睇女團咪淨係睇身材。係啊，係啊。唔係啊，張元英一定要睇曬成個人㗎，連埋只腳㗎嘛。性格我唔睇嘅，睇腳。佢又咁瘦咁白，又咁長，就正㗎咯喎。Physical 嚟㗎，邊只？邊個嘅腳係勁啲先？唔係淨係睇身材。係啊，你嚟我嚟咗咩？哇，完咗啦咩？哇，主席你做乜嘢啊？主席，大家好，歡迎收睇《意志大過世》。今次咧一次我叫咗隊上阿凌總同埋易上哥，呢個好明顯一睇就係我呢邊嘅追星，係追星組合啊。韓國就大熱一個二選一啦，咁佢哋就乜鬼嘢都攞嚟二選一嘅。係，終於就俾我見到呢一個韓國女團 idol 殘酷二選一，我哋要所有人去做一部鏡，64个女仔，咁都好快嘅。我永遠有一個係打不到嘅，係咩？有好多都打到。你哋攞嚟打咁，我覺得今日如果以邊個能夠攞第一，就係嗰個大家嘅立場去揸，你係蝕底嘅，我蝕底。如果淨係貓同埋 Honey 一出，咁我死梗啦。哦，係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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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戴翻小頭盔拍呢啲，我好驚。我哋就唔係真係門口出現。我唔係，即係唔係物化佢哋。係啦，我哋純粹係支持偶像，係啦。有某一啲我哋就真係可能冇睇過啦。咁我嗰陣時咧，我哋就可能對於圖片嘅第一印象係判斷啦，判斷啦，睇邊個靚啲。係啦，同埋我知道追星嘅每個人咧，都一定係最中意自己偶像㗎。係，我哋都係，就唔代表你哋嘅偶像係唔好料啦。打和咧，呢個就易常建議嘅。係，邊個抽得中 Joker 咧，嗰個人有兩票。譬如佢兩個都係咁靚嘅喺我心目中，咁我就諗邊個有更加勁嘅一啲技能啊，咁樣我就幫我去揀。我其實係比較特別啲嘅，係係請講請講。樣係第一步啦，但係咧我會睇佢啲綜藝嗰啲。我都係，即係咧，因為有時有啲我可能開頭冇乜點留意佢咧，啲綜藝勁吸引。勁得意嗰啲有效果啊，識講嘢啊，係啊，咁嘟嘟又係咁嘟嘟嗰條片咧 ，Ian 啊，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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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每個人都係至少有一票叫做兩分嘅票，去到嗰啲咩逆轉裁判嗰陣就我就拎出嚟啦，都好喎，唔係啊，咁樣我先至有可能可以為 Honey 爭取到少少嚟啦，64个，哇哇哇，已經打大咗嘅喎，一嚟就揀有，我揀咗啦，你揀咗揀咗，我冇埋，唔係 Aspa 打兩個嘅啫嘛。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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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啱啊！咁唔使諗啦，嚟咯！有冇人要用兩票啊？冇，係啊嘛，咪就係啦。其他嗰兩個就有機會有一打。係，玲玲我近排幾中意㗎，係，但係冇計啦。OK， 嚟咯。Minji 喺我心目中都幾高分啊，講真。都係。二三 ，Minji 啊，你冇可能錯啊呢個。哇！元英啊，張元英啊，豆包女，哇！種子選手喺64强已經對上啦，呢啲啊搞緊，我已經揀唔到啦喎。右手邊嗰個咧，我係真係覺得佢係叻嘅，即係唔係淨係得個樣啊。係，當然 Helen 一定唔係啦，但係我即係我知道對手仲後生，仲後生 Helen 仲後生，對手都好強啊，只可以講。仲後生，英女王張元英都唔係咋，係都唔係話大到去邊。但佢都好後生啦，都大幾年啦，好似爭，好似爭，應該一兩年入邊嘅啫，兩年好似兩年好似。因為我最近睇好多。我都係啊，我係啊！你想點？你做咩？講完牌，你掂呢張牌？你想點？你唔係要逼我咁準走咗？袁英喺我心目中係 Ivy 面第一位，我都係，我都係。即係依家個糾結位就係對於我嚟講 ，Helen 佢唔係喺我 New Jeans 第一位。vs Ivy 第一。啊，對你嚟講已經好撚糾結，好撚糾結，我未揀到喎。使唔使攞得認真啲啊？未揀到喎，我腦我全部都係張元英而家。你又全部係啊！我想講而家呢一場咧係有一個搖擺賓州嘅，呢個就係你，我呢個就係你，因為大家對 Helen 嘅愛都好足㗎啦。你可能因為不足而你去咗張元英。咁你就係好容易影響到 Helen 有機會收皮嘅搖擺賓州啦。唔係啊，對於我嚟講，哇，喂，唔係啊，張元英一定要睇曬成個人㗎，係連埋只腳㗎嘛。喂呀，你仲識連我咧？睇 Badis 啊，睇 Badis 啊 ，Badis 一開波㗎。係啊。係精緻嘅。你一講就興奮起來。Helen 有個咬唇嘅，佢而家係 baby fat 咗，你睇翻其實都 OK 㗎，唔差㗎。你嗰個形容已經爭咗兩個 grade 啊，都可以㗎，都鬥得過㗎。係啊，好弱啊，好差，你揀咗啦喎，你揀曬，死啦！
咦，好似要用啦，咁快我都冇諗住係咁樣用，喂，輸咗走得噶喎，你哋有真係唔使喺度，輸咗走得噶咯喎，叫個名嚟噶 ，OK， 嚟啦喎。我唔出，唔出，唔出啊！唔出你有機會，你有機會唔使睇落去，唔係因為有機會，如果前面佢都咁啦，係佢之後都咁啦，咁之前之後再撞多嘢，佢都做唔到，佢做唔到最高咁就其實幾收都冇問題，但係我係想佢贏嘅，唔好意思，我係想佢贏嘅。三二三二一，講準備，二一 ，Henry， 哇，袁英，張英。Kelly， 你自己個孩子，我都忍痛啊，我都好痛啊，我特登製造打和個效果，嚇，有一個原因嘅，因為佢頭先講 attention， 係 attention 嗰一下，嗰下，然後個頭髮嗰下咧，係嗰個世界性噶嘛，嗰個感覺係難以取替，係啊，你講埋嗰票就會歸我呢票歸你噶啦，難以，我突然之間諗起鄧麗欣，哇，大家都明問噶啦喎，二一一。挂机啊！呢张样留挂机啊！唔系你谂下，因为其实如果对弱嘅咧，你根本就唔需要用到呢张。你应该要用噶。对唔住，韩文点讲？Mia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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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ane。张元英算系呢个 list 入边最强噶咯。系啊，元英系啊，会系睇书啊，都系六十四强。Tice Momo。對媽媽冇揀咗啦，我揀咗啦。敏性，使唔使出下口實先啊？都冇乜，冇乜原因。Twice 裏面我都係排幾高順位。敏性，哎，做咩鬥氣啊？做咩鬥氣？我唔係，我唔係喎。而家嚟啦，你一搞我炒喎，你哋喎，搞先。媽媽咪其實佢哋嗰個唱嘅能力都真係好過，呢方面。我同埋提話媽媽咧，佢跳The Surfing 啲歌係幾好睇，佢跳舞機器啊嘛，係啊，加埋外在因素都係冇才係咪？係，的確。咁呢個的確係冇得傾，進級啦你。哇！你已經中咗嗰啲毒啊，毒啊！你睇廣告，點你會識嘅？我夠啊！iPhone 話俾人中咗毒，佢都信係 Red Bull 廣告嗰啲。但係 Red Bull 廣告嗰個廣告都唔會有 Red Bull 送你一對翼嗰個。點解嘅？因為俾人告，想噴雪明添。哎呀屌！因為真係冇事，佢以後都唔會再出現有翼嘅廣告。黐撚線。Ice One 權恩飛鬥 H 嘅劉真，誒我揀咗啦又，我都揀咗啦，我都揀咗啦 ，sorry， 呢個你哋係哇，我唔知點解你哋咁快揀，係咩？你知啊，因為權恩飛咧，我嗰陣時 Ice One 咧係冇睇嘅，但我淨係識權恩飛，我都係淨係識，因為佢有個花名，佢有個花名係好出名嘅，係啊，你知啊嘛？我而家知啦，劉真係呢個 H 一出道就係 Eye Catching 嘅其中一個，但好可惜，誒好可惜，揀咗咩？我嚟咗啦咩？哇，完咗啦咩？哇，主席你做乜嘢啊？主席，你我三。三二一，刘真咩？刘真啊，刘真啊，好明显，主席，哇，录影失败，因为啊外卖到啊，主席，喂，我以为佢想即刻主席嗰个议事程序正统咁揿落去啊，权恩飞度，主席，唔好意思啊，我哋睇女团唔系净系睇身材，系啊，唔好意思啊，主席咁多字，有啦，刘真好努力啊，同埋我见到，唔系真系好多人话佢腿粗啊嗰阵时咧，但其实我好中意啊，佢嗰阵时麦大腿嗰阵时已经好，但系佢而家减到咧劲瘦啊，佢成对扣翻咧好努力啊，意思系，所以我咪话可惜咯头先，佢成对。佢成隊咧都跟住有拿條腰嚟操喎，哇！真係勁幼啊，成隊都係啊！我冇留意佢哋個腰嘅發展添。哇 ！Aespa 嘅 Giselle 對 Ive 嘅 Ray， 咁我要搞喎，呢個要搞，呢個唔使搞，我一下搞掂呢個。我要華賓州，我有一個原因嘅，但我頭先講咗 ，Aespa 得打兩個，我都係。Aespa 未出絕招咧，都冇錯。我中意佢對腳啊，因為我睇 Ive 嘅綜藝 ，Ray 係好撚正㗎，佢嘅性格真係性格我唔睇嘅，睇腳。Physically 嚟講，你同我講邊只邊個嘅腳係勁啲先？大家唔使太集中，因為佢呢個炮灰嚟㗎，係啊，好快成為炮灰，唔需要太大隻咩？張元英啊，二一 ，OK， 恭喜進級啊！小娟對泰妍，哇，佢跑到泰妍嘅，舉計少嘅時代，咁冇得鬥氣喎，但係佢呢啲
神台級嚟嘅，係咯，即係你攞男兒當入樽同人哋嗰啲咩？劉春風對誒黑子男後，二一泰妍，搞亂咗個 party 喎，泰妍。S one 敏州對哦對眉娟啊，誒我諗到啦，我都諗到啦，二一亞洲娟，嚇亞洲出現咗一個分歧，亞洲揀我，亞洲要輸，亞洲會輸嘅喎，唔係係因為我真係幾中意眉娟嘅，亞洲好得意嘅喎。O K， 我睇。OK， 依家交俾咩運啊？唉，亞洲，你唔好今次先俾我抽到張竹啊，因為救唔到 Helen 啊嘛。係啊，先冇救到。三二一，屌你！冇用啊，你救佢。冇用啊，屌你老啲啊，你 Helen。NMAX 嘅海源對 Ive Lisu， 二一 Lisu， 係一字 Lisu 正啊，我都。哇哇 ！Aspa 要出大技啦 ，Aspa 出卡姐 ，Kavina 對 Tice 嘅 Mina。哇！對於我嚟講啊，呢個對於我就好緊，因為我追咗好多年 Tice。哦，係啊 ，Ex Sir， 你要救嘅話就又係時候啦，如果要救，但係冇啊，你救咗佢，唔緊要，有緣咪交俾命運咯。十一 ，Mina， 打和 ，Mina 要溝啦。嚇！咪先。冇揀卡姐嘅各位，關唔關最近佢嘅感情生活事？唔關，唔關，主要關佢身材變異嘅問題，我被欺騙嘅感覺，主要係。不過佢喺我心目中都仲未係最 top 嗰啲，所以就我覺得佢都唔係啊，佢時大時細啊，喺演出入邊。但係當佢大嘅時候，就好好睇，好震撼嘅，好震撼嘅，好震撼嘅。我嗰陣時係加爆分嘅，冇喎，但係所以就被欺騙咗。少少，佢又咁瘦，然之後又咁白，又咁長，就正噶咯喎，人就正咯。係啊，等我救你啊！三二一，入去啦！冇一個救到，冇一個救到，因為佢 Twice 時都係 Mina， 冇錯，係李治，真有啦，對李治，李治自己打得自己有，我對於 Yuna。多啲，但係荔枝我都覺得佢嗰個狐狸面相係好。喺 Helen 係貓之前，佢係佢就係貓。但係 Helen 係一隻得意貓，佢係一隻型貓啊！我覺得有型。其實我幾中意佢嘅。一禮啦。禮禮包咗啊 ！OK 嘅。Idol Mini 對雨琦喎，又係同一對鬥。呢兩個我都中意。我揀咗啊！揀咗啦。OK， 佢係我中意嘅 type， 因為嗰個人。Mini 佢嗰個佢呢個妝啊，有少少斜斜地，妖艷啊，嗰啲黑眼圈嗰種咧，同埋佢普遍出都係用呢一個，係啊，其實我幾中意呢個妝，佢係泰國公主嚟嘅，係泰國人嚟，泰國。然之後 Ice One 彩演對 Backping Lisa， 揀咗啦 ，Lisa， 喂，哇 ，Izzy 彩靚對 Daniel。New Jeans 兩個我都唔算，係啊，我都係，兩個不太喜歡，但都要揀嘅話，兩個我就如果排名嘅話 ，Izzy 入邊我彩煙可能係排最後咯，即係我揀嘅話。對你唔住，我都要講一句噶啦。亞丹我都係喺邊先。搞錯啦！基本上兩個就係。哇！你講啫。我知道。中意噶，唔係都中意嘅，但係佢哋嘅排名比較靠後啦。啊 ，Daniel 係我第二名嘅 New Jeans， 我可以講 New Jeans 我係盡量冇排名俾佢哋嘅。O K， 哦，即係佢哋五個叫我揀，我先揀。如果有人問希真同我講，你想見邊個？嗰個時候先揀啦。哦，你放長線啲，你同佢講我想見你咁樣。哇嚇！哇，你好醒喎！都係因為你有問希真，你就可以一直見到我啊嘛。係咯 ，Ice One 由你對。對 Sakura， 對 Sakura， 嗰陣 Sakura， 其實好頂 ，Sakura 好撚正，屌你！你黐下就算。公佢上大學㗎啦，我。好，我中意 AKB 時候嘅 Sakura。都中意。二一 Sakura， 其實 Lesson 入邊嘅紅恩彩對 New Jeans Honey 啦。啊！恩彩同你又係中意嘅喎，我都係中意。恩彩咧，我覺得勁好笑喎。有一次係咁俾啲頭髮打，有冇睇？佢一揈落去就打啦，但係場外幫黑蓮拉拉票先，大家記唔記得佢喺超市度咪會即係拍 MV 嘅時候咪遇到嗰個老伯伯嘅？佢係勁有禮貌咁。哦，係啊係啊，拍超市啊，係啦，咁你自己，佢係一個好有禮貌嘅小孩子，我幾中意嘅其實。
但係好難揀。同埋佢又有翻唱一個我幾中意嘅韓國嘅男歌手嘅歌。你講完唱歌，我又有翻選擇啦，因為佢錄呢個New Jeans 嘅歌有個錄音嗰陣時。小草。係啊，佢個聲咧。佢係癲咗㗎。呢、這個吸引有很大部分都因為他把聲。他們在 New Jeans 的歌喉集體在 IU 面前集體展示的之前呢，是那個所謂大家認知最好唱的能力呢都是 Honey。 是那個那時是，但後來我感覺到他們的進步好像不知道是進步還是公司說得你們真唱給一些實力給大家看，不知道是不是，然後就大家都不錯這樣。是，但之前就一定是公認的 Honey 是比較，因為他聲音特質是最強的。來了，是的，播一鋪三二一 ，Honey， 好彩啊！好聽啊，佢把聲。你嘅隊友入唔到啊！貓貓貓中落對 Taste 之後，誒六層，唔緊要。誒貓貓貓輝人對 Taste 多言。哦，死啦！我發現誒貓貓貓經常對 Taste 嘅人好似係啊，但係 random 嘅咋 ，random 嘅咋。我發現我唔識得分貓貓貓嗰三個。我都知道他們唱得很好，但我不識分。我只是識有一個叫華沙，因為他特別有 character。係係。但其餘三個我稱之為大家唱功都好。華沙其他多然 ，Ice One 瑞娜對 Tice。O K。彩英，我揀了啦已經。O K， 我都揀了啦。一彩英。诶，救唔到噶呢啲位，救唔到噶啦。本命啊，好嘅 ，Twice 本命。M X 嘅 Su Yong 对中村一叶啊 ，Let's Love Him。中村一叶，哇，有佢喺 M X 入边最靓啊。估唔到用一个咁简单嘅方法就冇咗啦。你讲多啲啊嘛。其实佢冇你想象中咁低 ranking 嘅。一叶系系啊，佢系。佢有啲 views 嘅片係好正，甚至可能係超越 Sakura 嘅程度嘅，有啲正到係。誒，嚟 Let's Love It， 有啲團長級嘅出現。哇！金彩元，金彩元，撲街 ，Jenny， 哇！金彩元打俾 Jenny， 哇！我唔想揀喎，我唔想車我輸喎，但我勁中意真理。喂，這位最喜歡真理啊，我是浮油票的，我是搖擺賓州，你們小心，我是搖擺賓州。喂，他選了，其實他對 Jenny 有點不利的，他選了新利的車喎。是啊，這個網是有偏心的。是啊，因為這個是真的招牌動作的。如果是 Jenny， 他應該拿 CK 的廣告出來。是啊，是啊，是啊，有個最近我在日本看到他有個係好似 CK 嘅都係廣告嚟啊，佢咧咁樣擘大個口咁樣，向上咁樣噶，哇！你哋向，哇！你哋加油啦！完全係佢將嗰個品牌嗰個角度係，因為我去到極致啊，我覺得成日會輸，車安要上。一陣間使唔使？車安算係最強。介你咁樣替佢著想，我發覺我對 Helen 太難。係啊，你要得未？大家可以啦。點解你要收埋我擺低嘅？二一，金彩元，金彩元，彩元，金彩元 ，Jenny 喎。我冇買。年輕嘅力量。哇哇哇！欺言對 IU 啊！有啊，咁唔使。我以為冇 IU 㗎。IU 咁 IU 就又搞亂曬個。係啊，搞亂咗啦。Helen 入唔到去。我就諗住呢票留俾希，但我而家睇住 IU， 我用嚟都冇用。你唔使用噶咯，我用嚟都冇用。中學開始迷到仆街，我冇一刻脱離過佢咯。如果 IU 真係咁終極大魔王嘅話，我哋今次就當冇 IU。唔係嘅，唔係嘅，佢入到去都有得鬥嘅。佢梗係有得鬥啦，但係其他人冇得鬥啊。遇神殺神，遇佛殺佛。即係佢唔係隸屬喺女團。係啊，佢因為佢個個人嚟㗎，佢去錯組別啊。嗱。對於個遊戲公平性有少少影響，但係以我自己個人喜好，我係幾 buy 呢個選擇。有啊，因為佢撞咗你，撞咗你。我係幾 buy 咧？因為如果你話規矩定咗咁樣咧 ，IU 唔係輸得唔好睇嘅。係啊，唔係佢係因為規矩要走嘅。佢去錯比賽場地。係啊，係啦。如果佢係韓國女星嘅話，係啦，咁就另計啦。我諗到邊個贏到 IU？ 因為咁係呢個最後一場嚟㗎啦。袁英都贏唔到 IU。係啊。OK 啊。唔係喎，應該咁問你，對於個遊戲公平性好好啲嘛？係啊，我都覺得。Yes， 呢個位要做嘢。Yes， 希賢今次當執翻身材。Yes， 啊，希賢，用箭對 Ice One 始吹來自。穩真，喺我眼中佢係人底
嘅。哇！你講到咁樣啊？嗱，使唔使嘟㗎？本唔嘟，但係本台立場唔代表觀眾立場，因為咧佢跳舞嘅時候，佢係有種散發著有種食氣。咁啊，係啦係啦係啦，我明你意思啦，已經，我已經明你意思。同埋補少少底就係阿雍姿佢。同埋雍姿喺綜藝入面係地獄黑仔王嚟嘅，係，呢個都好好笑。同埋佢之前係試過衝過去，然之後唔俾自己保鏢跟，然之後夾硬幫啲 fans 簽名。係啊係啊，呢個好有 feel 喎，呢個好有 feel 喎。日揾得我認得嘅人出現啦，貓貓冇得有冇得誒？華沙同舒華，三二一，舒華，我落舒華。即刻錯曬成件事，我純粹諗起啫。好 ，Twice 定然對 Ice One 本田人美。如若你定然都發現，嚇！定然係而家辛苦嘅，係啊，呢張相已經係肥咗㗎啦，係啊，已經係肥咗。OK， 不過佢好似都減緊。當初出道嗰陣時候，首先俾公司令要逼佢做呢個短頭髮啦，男仔頭 TP 系列咁樣。但其實佢個性格係女仔嘅，但係亦都好吸粉絲嘅嗰陣。佢吸女粉絲咯，公司要佢，但係之後佢留翻長少少頭髮咧，其實我覺得係好好睇嘅。所以我會用佢未有呢個困擾之前嘅狀態去投佢。OK， 一定然好哇，跟住就係 IVE 嘅秋天對 BLACKPINK 嘅 WOSE。但 BLACKPINK 都好難，都係魔王級水準嘅喎。四個都係㗎。係啊，秋天。誒，打和。Roro 秋秋。係啊，秋天秋。誒 ，BLACKPINK 每一個抽出嚟都係獨當一面。唔知喎，我覺得我係揀秋天。二一，夠咗。係。靚夠靚，永遠都未抽過中環。哇！世界大戰 ，Jisoo 對安如珍。嚇！加油啊，大家！安如珍咧，我反而一開始我未睇 IVE 嘅時候，我係睇佢去人哋度玩綜藝，我覺得佢好好。嗯。喂。我就揀咗啦。我揀咗啦。我都揀咗啦。二三。咁又知又安咁喎，今次去到呢度先，我頂唔住啦。只是上半 part 都已经剪足我三日，到底安如珍定是 Jisoo 可以入围呢？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场心理战里面，哪一个 idol 可以成为全场总冠军呢？给我回回气，下半 part 很快送上，大家可以留言声援一下自己心目中冠军的 idol。 这条片虽然是很恶剪，但剪得很开心，除了看到男人的纠结之余，还可以认识到不少女团的东西。大家喜欢看的话，可以订阅定我的 channel， 再按个钟仔，想慰劳下我的可以加入会员，当一个月请我吃半餐饭样。都很多谢本身会员一路以嚟嘅支持，我哋下半 part 再见啦，拜拜！有冇人想学剪片？同啊，卖心得，啱晒想开始拍 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业嘅你，见过出面好多学校又或者正规课程，其实都冇专门教一啲剪 YouTube 片嘅技巧或者心得噶。咁所以我今次就决定唔系教吉他，就将我呢八年入边嘅剪片经验全部 group 埋做一个速成班，放心会由零开始教起啊，手把手教学啊，四堂入边一定学识，除非你太蠢嘅啫。但系睇开我，你都应该知道唔会有可能蠢得过依住大个仔噶啦。报读呢个班咧，你仲可以得到一堆我咁多年以嚟储埋嘅超方便剪片素材啦。另外，其实我自己都好多 YouTuber 朋友咧，系好想请剪片嘅。呢个都系我自己开呢一个班嘅另一个原因啦，就系我真系剪唔切啦。最快十二月会开班，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喺呢条片立下嘅 description box 度揿 link 报名。多谢，拜拜。